前，泰雅族英雄莫纳鲁道率领雾社附近六个原住民聚落，挺身反抗日本人的高压统治。日军以山炮、机枪，甚至飞机等优势武力，逼迫起义六社勇士遁藏的荒山野岭之中。最后，据说还曾以化学武器攻击原住民。死守马海浦岩窟的勇士，弹尽援绝之际，自缢于岩窟附近的森林。77年后，我们走入森林，寻找雾社事件最后的战场——马海浦岩窟。这一路荒极孤绝，杳无人烟，倒是生长着奇奇怪怪、或者滋补、或者美味的野生菌类。当然，也有九位饮用人血、长相极为丑陋的动物在一旁虎视眈眈。不过，从头到尾，始终为难我们的是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松软山径和陡峭悬崖。摄影师不费吹灰之力就拍到每个人摔倒滑跤的糗样。这是一条漫长艰辛的道路，我们以各种姿态五体投地，向77年前那一群壮烈牺牲的泰雅勇士致敬。我们回望1930年那一场震惊世界的抗暴战役，就在雾社事件的最后战场。省道台14线，夏天到雾社清净农场避暑，冬天到庐山泡温泉、合欢山赏雪的游人都会经过这里。春天时还会有樱花痴人王海清阿伯种的樱花沿途绽放。两年多前 ，MIT 台湾志曾经记录过这条樱花路，以及发生在这里可歌可泣的原住民抗日事件。只是当时我们却没有走到雾社事件真正的终点。如今我们又循着樱花路而来，先去拜访抗日英雄莫纳鲁道的故乡，旧称马赫坡社的庐山温泉。庐山到了，哇，这边看起来好热闹哦，到处都是霓虹灯啊、招牌啊，感觉还蛮不错的。庐山这里就是台湾很有名的温泉圣地，两岸都是温泉饭店啊、餐厅林立。可是我们这次好像不是要来洗温泉吗？而是要到马海浦岩窟。这边算是我们去马海浦岩窟的一个起点，因为我们明天才出发。不过我们晚上来到这边的话，也是可以来这边到处走走，然后有时间我们还是可以来泡个汤、洗个温泉。哦，晚上好好休息，明天养足了精神再出发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吊桥下面这条溪流啊，就是塔罗湾溪，那马海浦溪，它发源的话是在中央山脉，海拔3200多公尺的能高山一路流下来，那往下的话，它会汇流这个塔罗湾溪，然后再注入浊水溪的主流，所以这条马海浦溪也是浊水溪的上流之一。那我们这一次要去的马海浦岩窟，就是在这条马海浦溪上游的地方。应该算是一趟还蛮艰辛的旅程哦。这条路不是很多人走，尤其像下溪谷地方比较难走。先享受，先轻松一下。OK， 因为明天的路程还蛮远。好。庐山是著名的温泉乡，泰雅族人传说受伤的野生动物会跑到这里泡温泉，让伤口痊愈。于是族人会跑到这里泡汤养病，把它视为神泉。日据时期，庐山温泉被称为富士温泉，还在这里设置警察疗养所。光复后改称景光山庄。无论是野生动物、原住民或者日本人，似乎都对庐山温泉的疗效相当肯定。日据时期，地大医学博士泽田藤一郎也研究过庐山的温泉，对它的泉质和泉量相当佩服。
庐山温泉是被评为天下第一泉。我泡在天下第一泉里，有点先享受后付款的感觉。今天如此舒适，明天要走的路，只怕会让我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好吧，好了，装备就全部上车了。好，那、啊、这个都要上去嘛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这个开车嘛？对对对。大哥，我们等下上去的话，是一定要坐这种车吗？对，因为那个路况不大好，泥巴路。泥巴路哦，所以一定要四轮传动才开得上去，是不是？对 对。那你们是从哪里来？我们是庐山。庐山哦，是哪一族的？塞德克。大哥，我们等下开车大概要开多久啊？大概半个小时，然后就开始用走了。对，路况不好的、啊。嗯，路面是不好的。那个不要不要看空气，有三柱头啊。你们就会吃人。这菜怎么上面还有土啊？这是要拿上去种的、哦？不是不是，这个我们山上要吃的，要吃的、哦。为什么还有土在上面？因为刚拔的嘛。刚拔的、哦，新鲜蔬菜，应该是菜还没有好，还没有种好，所以连苗都拔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就上车了嘛，对，所以东西在这车，然后我们人坐那车，对。那现在出发了吗？可以了，出发，出发，好，出发。早一点出发，全部还蛮长。最近接连几个台风，豪雨也不断的下，蔬菜往往还没长成就被打坏。我们的原住民向导干脆在大雨还没来得及摧残蔬菜之前，就先把小菜苗拔下，我们才有幼气青菜可吃。这些向导自称是塞德克族人，那是泰雅族的一支，语言文化和北部的泰雅族有些不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塞德克族的野外料理还真的是非常特殊。还没有葱吗？阿威，这边以前算是旧部落吗？是，这边是旧部落。以前那个我们族莫纳鲁道的祖先，不算我们哦。哦。因为是他，塞多。塞德克，塞德克的不是。莫纳鲁道的祖先，他们部落就在这边。对对对。就这几个平台就对了。对。哦。啊，以前都是被日本烧掉嘛。哦，就是他们来攻打的时候，把那个烧掉了。所有的房子全部烧掉、嗯，然后原住民就往山上跑啊。哦。那这边应该就是马赫波社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一带是马赫波，沿到那一边，那边马布。马布，你们的语言叫马布。马布。然后我们翻成马赫波。马赫波。嗯，对，是啊。那地图上有时候看到要写马海波，就大概那个音译过来这样，所以发音差不多了。原住民的话叫马布。所以以前这个地方都有打仗哈？有。都有跟日本人打仗。对。就都是打仗的地方，范围很大哎，一直到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岩窟。对，岩窟里面是他们以前一个避难所呢。避难所。那个地方是最里面，不管飞机也好，大炮也好，打不下去，因为在山谷里面，你这边打不过去，从这边打不进去，这个山谷里面一个石洞。所以算是那时候他们最后坚守的阵地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他们等于是从部落这边跟日军交战，慢慢，后来就退到那个地方，退到岩窟那边去。啊，中间有一个大瀑布，大瀑布那边就是说有走不动的小孩子，全部给他下去自杀，丢下去啊？对啊，自杀。那小孩子的跟丢下去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战争嘛，走不动，对，残酷，也没有东西可以吃了，所以他宁愿把小孩子直接丢到瀑布里面，也不要给日军屠杀。对，是啊，很惨烈。从无命口中听到这样心酸的往事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。
事实上，赛德克族又分为德奇塔雅群和道泽群，而位属于道泽群，莫纳鲁道则是德奇塔雅群人。过去两群之间并不和睦，但是阿卫谈起雾社事件和莫纳鲁道，却没什么往日恩仇的气氛。在历史的场景里晃荡沉思，在思绪和身体震闪之前，登山口到了。登山口，所以车子最高就只能开到这边。对，接下来就要用走的了。这是英国路的。哇，这边视野好辽阔、哦，好高哦。都是青英村。我们刚上来的时候，那个路很陡、哦，而且很颠簸啊，开大概二十几分钟。那麦哥大概海拔多少？这边海拔是1800多，那我们从部落那边大概1100、1200嘛，所以已经爬升了差不多700公尺了。才一下子就爬升了700多公尺、哦、对对对，哇，好险是有车可以上来，不然我们走的话要走到什么时候？好，接装备啊、哦！还有没有要背的？你们扛起来哟、哦！这个车子是要拿吗？不用，今天不会用到的。不要放啊！放不弄什么的呢？最近老是下雨，我们的行程又要下溪谷、进岩窟，装备容易进水受潮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全部采用防水袋收纳装备，即使有了万全准备，还是希望老天帮忙不下雨更好。这一带视野辽阔，阮姐的故乡清境农场、庐山部落都在视线之内。这片青山翠谷、峰峦绵延之地，雾社事件时都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事，现在却成了观光胜地。不过我们可没那种观光的命。这已经进到森林了，这段路还蛮滑的哈，很潮湿。要小心了、啊，不好难走。啊，这路都不正好走、啊、太滑了。两位前面路况不好哈、哦，不好哦。像一面走要一面开路哈、哦。对。那有些树枝啊、草啊，都已经挡住我们的路。我丹加油。路很难走哈、哦，这个路很久没有来了，真的、哦。你们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？差不多十几年前吧。十几年前，真的哦。所以921之前才来的吗？对对对。所以现在的路况你们也不是很清楚哦。猫草已经铺上来了。所以刚刚阿威一路都还蛮辛苦的，一直在砍草。对，没有错。等一下的路有可能会更难走，就是了。会更难走，还有经过悬崖，还有峭壁啊。那还有悬崖啊？还好了。你们真是很厉害，体力超好的，尤其是阿威一马当先走最快。哇！走，小心小心，这随时会滑雨。小心走，很滑哈、哦，很滑。这干溪谷没水是，还是很潮湿，上面都有虫子，要小心一点。好，阿威你很厉害啊，一马当先，后面的都跟不上你。哦，这边常来走哈、哦，这条路，以前有时常来过，时常来过哈、哦，来打猎。哦，打猎的时候会走这条路。对。哦，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啊？哇，那个很久了。很久。对，冬天那时候。冬天，就去年的冬天的时候。打猎都是冬天来嘛。对对。
所以现在过去的话，路况应该都不是很好了。哦，现在不大好。不大好。你看现在都一直在赶路啊，现在。嗯。林线的话，就那个路比较好走了。那林线上再下去吗？再下去。哦。我这样看，林线还有一段距离呢。哦，很远哦，还很远哦。很远哦。这吸血种啊，什么？吸血种。哦，蚂蟥。对对对对。蚂蟥。现在很巧哦。那你们叫这个叫什么？我们叫犀利的，顶个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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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会吸血。哦，那你们被吸到的时候怎么处理？被吸的话就那个已经变就很大了，没办法的，已经珠宝的话就吸血太多了。哦，然后吸了就让它吸了嘛，哈、哦。捐一点血给它就对了，这吸了没有关系啦。那个没关系。嗯，像这种比较潮湿的森林里面很多哈、哦。对，就是比较潮湿的有。对啊。少侠，你有看过这个吗？有，我之前有被吸过。在哪里？在那时候在哈佛古道的时候吧。对对对，哈佛那边。这次还小只的啦，还没吸啊。还没吸。这个还没有吸。吸饱了就很胖。很大喽。很大只。就他们处理的方法很特别、啊，像我们不是都是要把它打掉嘛，不然就是用什么盐啊什么之类的。可是刚好我就是说给它吸啊，吸饱了它就不吸了。这种潮湿环境比较多一点，尤其是下雨过后。下雨过后哈。前几天都在下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难怪今天这么潮湿。嗯，小心哦，看不到了哈。西西放血啊，是一些高血压、心血管疾病的。阿伟，阿伟，德鲁古族有没有讲加油？你干了，干掉，干掉。好，怎么那么长？再一次。干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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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掉。梗变就是加油，加油，有力的意思是吧？对，好难念哦。梗变，梗变，梗变，加油！梗变，梗变啊！啊！嘿，这边要小心嘿。这边转过来有一小段岩壁。哦。这个更滑。来。哎，这个马拉的之前那个。这边有小乱象。要去马海普岩窟，其实也可以不必那么辛苦。经过多年踏勘，现在的登山队伍已经找到一条路线，主要在棱线上推进，起伏较小，也不用在陡峭湿滑的山径上爬上爬下。不过那条路比较长，一天的时间走不到。向导阿威推荐这条他平常走的劣径，这条路当年一定让日本人吃尽苦头，现在也让我们吃足了苦头。不过今年已经70岁的阿威却永远一马当先，总是笑眯眯的在前头开路。我如果是当年在后面苦苦追赶的日本兵，看到阿威那一副轻松自得的模样，一定会气得想要跳下悬崖。说起来，这一路地势陡峭，还真不愁没有悬崖可跳。自古以来，由埔里通往雾社，途中必经的咽喉要地就是人指关。这里称得上是埔里和仁爱乡的天然交界，也是过去原住民和平地人的分界处。取名人指关，意味平地人到此急需止步，以免遭遇不测。这里地势险峻，怪石耸立，也是雾社事件中泰雅族首领莫纳鲁道抗敌的隘口。这是白灵芝，灵芝啊，哎，白灵芝。如果要卖的话，应该可以卖到多少钱喽？以前是价钱比较好，我们就一直找这个。像这么大的，你们都怎么处理？还有更大的，还有更大的、啊。哎，如果说湿湿的话，我们不会马上带下去。嗯，我们先给它摘下来，给它弄在那边给它弄干，等它干、哎，比较轻啊。比较轻哦，比较轻，所以比较好带。结果他们也可以切一切，可以当那个茶会喝。哦，这有点像我们在山上看到的所谓猴板凳哈、哦，
他们讲猴板凳。有好几种。嗯，好几种哈。嗯。你们采下来是拿给谁啊？大部分都是拿到那个中药行的。当药材就对了。对。那大概是多久前有在采这个？那时候差不多十多年前了。像我们看到这么多，大概这样可以卖多少钱？像这样的差不多一个人背了。嗯、一个人背的话，可能就有1-2千块。1-2千块，十年前。我们一人背这样子啊、嗯，可能就是家庭不好了就没有了，没有人再找了。台湾人勇于尝试，健康食品一波接着一波流行，什么东西都敢吃。十几二十年前流行过野生灵芝，阿威和族人因为那波流行发过一点小财，现在没有人吃了。据说还有长成桌子这么大一张。对阿威和族人来说，这种他们称为利瓦的真菌才是永远不退流行的美味。这些利瓦外形白白嫩嫩，光用看的就觉得很可口。走了几小时的山路，看到这样的菌类，我的食欲一股脑的全都给勾了起来。种吃地瓜，哎呦，好棒，感觉，哎呦，哇哇，金黄色的好漂亮哦，哇，一整锅哎，你看，一整锅的地瓜，阿威，这都你做的？对，哇，你昨天就准备那么多地瓜？对，晚上没有睡觉，一直烤地瓜，这样，晚上都没睡觉，谢谢谢谢，这个我看可以多住5天都没问题，真的，这个马二。哎呦，哦，这什么？这是我们原住民最喜欢吃的。哇，好香哦！是辣椒吗？辣椒麻糕。哦，这是这味道很重。那你们格鲁古怎么讲？马格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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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马格里。马格里啊。马格里。马格里。哦，那泰雅族叫马糕这样子哈。哦。这个是比较大种的。哦，大哦，对啊，很大颗，你看。有点像我们那个豆子。有一个是圆圆小小圆圆的。嗯。然后你们是自己腌的。哎，自己腌的。哦，那用辣椒嘛，哈。哎，辣椒还有什么？辣椒、盐巴就好了。辣椒跟盐巴。嗯。哦，很香嘞。可是这个地瓜不是甜的吗？甜的。对，很甜哦。甜的，那再配这个咸的。可以。这样哇，那更好。对。这样合味吗？对，不用什么汤啊，这个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啊，那少强，你先吃吃看好了。好啊，地瓜甜的配这个。我先吃嘛，万一中毒的话，你们就不要吃了。不会中毒，这都口味合不合？甜的，那个是咸的又辣的。我连皮都吃，没有关系，这个地瓜。哦，真的、啊，嗯，我们都洗得很干净了。哦，好，大口一点。啊，有鸡啊。哎呀，啊，这鸡，你看，超好吃的。然后来，吃个马克利。马克利，马克利，马克利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有那个地瓜姜汤的味道，哎，地瓜姜汤，因为这是咸咸的、啊，厉害，厉害呀！啊，我觉得地瓜很好，很好吃啊，很松软又甜。不过要配这个马糕来吃，马格利来吃哈，就很特别。马格利，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有点像吃那个姜汤的那个地瓜，对对对，哎，不错。不过那个味道咬开以后，有那很浓郁的那个香味，嗯，那种大颗的我没吃过，我们平常吃的是黑黑小小的，圆的，口味蛮特殊的啊，大家都可以尝尝看，多吃几口。大家开动啊，一起吃，来，你先来，你吃掉那个大的地瓜养生餐，嗯。谢谢阿伟的爱心哦，煮了一个晚上都没睡觉。用功，谢谢，哎，谢谢啊，这份还有哦。马告地瓜餐确实相当特别，对阿伟来说，地瓜和三胡椒马告都是有力量的食物。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午餐，因为在这之后的路程一定要很有力量。出发了。吃饱了，地瓜吃饱了，走，要爬山了。接下来是最艰难的考验，吃完不了就上路啊。脚有力的，你们是，你们这夜间都小小的，对，人一个人走，宽大概30公分。小心哦。
小心哦。这个树是被台风吹下来的吗？这路径很小，然后又被这些树枝啊、芒草覆盖住。对。来哥，小心哦。多亏了阿威。对啊。还要找路，还要砍路，前面那边都没有路径了，草都覆盖住。阿威辛苦了哦，路不好哦。这个路很久没有走了。对啊，所以都需要你开路。还需不需要帮你拿枪？要不要帮你拿枪？好好好，你帮我拿一下哈。好，好好，谢谢。阿威，你辛苦了，谢谢你哦。这些都没什么路基了，好像有一阵子没走这种路了哈，还蛮累，不习惯，要慢慢适应了。尤其是走这种地路，比一般的山路更不好。小心小心！哇，好刺啊！刺！哎，这个不要抓，上面都是刺。开始爬坡了。下来了。一路上已经感觉有在爬坡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比刚才还陡哎。这一直比较陡了。到临线大概一个小时。不错了。那到目的地大概还要多久？那还有一段路。虽然这个路很难走啊，可是捷径的路啊，很陡。走路时候要喊一下哦。好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很好走啊，山路非常的陡峭。是滑倒的镜头，居然是阿成，一直倒。阿成小心啊，很滑，不要踩到你主点的。对，少想比你还早有记录的。怎么样？这一带土质松软，岩层破碎。我突然想起，说不定就是因为这里的土质，浊水溪的溪水才会这么浑浊。这种松软的土质让摄影师一谋哥大乐，因为他以前老是抓不到跌倒的镜头，这一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他的镜头前成为最佳男女主角。说起来，山是公平的，他给每个人一样的脸色，一样的风景，也给每一个人一样摔倒的机会。能看到什么，会不会摔倒，那就得看个人修为了。雾社位于埔里东方24公里，是南投县仁爱乡的行政、教育、商业中心，海拔高度1150公尺，居民以泰雅族为主。由于气候合宜，樱花树随处可见。当时日本人看到这里的景色，颇能慰藉乡愁，所以把过去名为志雾社的雾社，又称为樱都。麦哥，上面好爬吗？哇，这边很陡，比刚才更啊！小心小心，这段比较陡，而且这
边土也蛮松。哎呦，爬不上去了，要踢出这一点。哦，那刚好你踢出来就可以踩你的痕迹。每次一滑，心里就有那种凉的感觉。走一步退三步，真的永远都上不去。上来就稍微好一点，这就比较好。OK， 麦哥，这边真的是原始森林呢，完全没有被开发过，然后完全没有路。如果没有他们带我们的话，我们真的完全找不到这里。对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哦，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森林、这样一个环境、这样一个地形，所以当初日本刚到这边攻打的时候，他们是吃足苦头啊。摩纳鲁道啊，还有他们族人对这个地形环境是非常的熟悉，所以当日军进来到这边的时候，也有很激烈的交战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日军其实死伤也蛮惨重的。因为他们对这边的森林啊、地形就没那么熟悉，所以后来他们就是运用这个比较现代化的武器，像大炮、山炮这种，还有机枪，然后甚至用飞机来这边轰炸。我们今天看到在独山部落，那很多比较制高点的地方，他们都有架设山炮，就像部落还有溪谷这边炮轰，人力要攻上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是很辛苦，尤其在这种环境。你看我们这样走起来就知道，对，连走都已经够累了，还要打仗。所以莫纳鲁道他们是用地形的优势，然后日本人他们是用科技的优势，所以基本上这一场战争是一个蛮不平等的战争了、不管是在武器上，或者是在人力上都相当的悬殊，所以莫纳鲁道他们打这场仗是非常的壮烈，所以我们这次走这条路，其实也是可以怀念过去那段英勇奋战的历史，非常悲壮的史诗、怀念的方法有很多，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放假一天，比如行宪纪念日。不过久而久之，大家都忘了在纪念什么。说不定还以为是耶诞假期，到雾社事件现场纪念雾社事件，保证终身难忘。随时可能滑倒的山径，虎视眈眈的蚂蟥，和折磨身心的漫漫长路，让我们体会战争的严酷。对我这样刚退伍的人来说，今天的行程比我当一年多的兵还要充满启示，当然也更刺激。至少当兵的时候总有长官罩着，不用担心迷路。前面好像有点状况哈，路况不明啊。哦，路况不明。阿威，前面是不是没路了？对，我在找路啊。在找路哦。嘿嘿，这个这一段呢比较不好走。刚才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大哥去找别的路了？对。吴明，吴明大哥，有找到另外一条路吗？好，小心点哈。还是要从这个上面这边呢、还是要往上切嘛？对，还是往右边。对啊，因为这样看过去感觉很陡哈，对，有点峭壁的感觉。对，这边好没办法上去，太陡了。有啊，从这边呢、从那边啊。对，好。那我们要退回去一点。好，往上切着。对。好啊，那我们退回去往上。有看到路了哈。那我们从这边斜切上去吗？对，从这边斜切过去。那我先塞一点。对，好几年没有人说这个长了。对啊，长比较长了哈。不过你们还是很厉害呢，一下就找到路了，都不用看地图，也不用用指北针。啊，蒋一号，加油啊！这是最难走的一段路啊。错，小心啊！找到路。加油加油，最后一段难走的路了。最后的难关啊！很好走啊，又危险又不好走。啊，不要走太快，还好走。哪里？哦。走，要走好，不要走，要走上走。
OK。是不是再过五分钟就到高速公路了？不过不要高兴太早，前面好像更不好走。阿伟，这边比较陡哈。对，把这个胶壁啊。哦，这边有一点比较垂直啊，这边大概有七八十八十度有了。那个胶打稳哈，那个时候要抓那个湿湿的那个湿梗啊。好，看起来蛮陡的。哇，这个90度了吧？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大的。好，小心哦。这里要再拉一点绳子啊！要绑车子吗？哎，好，少翔的车带有一条扁带，好，我们绑一条绳子。加油啊！绑绳子好了，比较安全，因为这边下去也蛮深的。那我丢上去哈。哇！哎，再一次。嘿，好，绑这棵树。好，拉拉看哈。可以，安全。好，安全。好，后面就拉绳子哦。哦。哦，我上来哟。好，换我啦。好，小心一点啦。好。可以，有绳子好走很多啊。好，安全开始。哎，安全加油！少翔上来这块石头不要踩到，安全要抓紧哦。有绳子比较有安全感。MIT 台湾制的老班底，身经百战，尽忠职守，路况再怎么困难都不会让脚架离身，很有革命军人枪在人在的气势。我敢说爬这段山路的训练和部队的训练可有的比。助理阿成就是最好的证明，阿成是陆战队退伍，就连受过魔鬼训练的他爬这段路都大喊投降。其实我们离平坦的所谓高速公路一步之遥，不过这一步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，可见路况之困难。春阳位于雾社东方约3公里处，在雾社和庐山之间的浊水溪右岸，海拔约1200公尺。日据初期称为和歌社，后来因为盛产樱花改名樱社。光复后改名春阳，和歌社是雾社事件起义六社之一。事件后，泰雅族道泽群共5社移来春阳，目前人口1100多人。我觉得已经踩到一个凸点，结果那凸点突然崩塌，就往下滑。阿伟已经要横切过去了。
他刚一下就切下去都没路，就是过去接脚这样走过来。太厉害了！这边也是峭壁哦。这是交流道了吗？零钱就到了，上面亮亮的了，哎，上面亮亮的，真的，就是到零钱了，太棒了，不要再晃点我了，哦，哇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哇，现在到高速公路了哈，看到光明大道，对啊，嗯，哇，哦，终于上来了，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现在差不多四点。林千到了，这边海拔将近2100了，2100哦。对，我们切上林线，啊，上面比较平了。我真不敢相信，我们到了。我在一个比较平的地方，就是林线了哈。这个就是林线了。林线哈。哎。那我们待会要往哪边走？往左边。左边，往左边下去。哦，就我顺着这个人脉，对，下去到溪谷。对对对。哦，那那个岩窟的话，就是在溪谷边。在对，在溪谷旁边。溪谷旁边。哎，这样子哈，那我们这样走下去，大概还要多久？哦，可能这样下去，可能还要一个小时多。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哈。哎，好。哎哥，那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吗？可以，好啊。到里面走了那么长的这种陡坡，那我们到前面稍微平一点，大家稍微休息一下，好，然后再下切到岩窟去。OK。大家都想问这个问题。后面加油，快到了。后面好陡坡了，好陡了。前面不用再喊太多路了哈。直接可以不用到双手就可以走。就从溪谷那边嘛切上来，那一般爬山在走的路啊，就是前面那边绕过来，所以我们是这样切上来，我们是等于是从登山口那边沿着那个1800多的那山腰等高线慢慢切，然后再往上，那接上这条人脉以后，就是下去到顺着这个林线溪谷去往下走。对啊，那通常一般的登山客可能就先到林线最高点再过来。对，他们就是顺着，可以看一下地图。我们现在切上来这人脉这边啊，你看我们刚刚大概在登山口停车这一带嘛，嗯，那传统路线是走这个红线有没有？走这个，走这条人脉。哇，那绕一大圈呢。绕一大圈。那我们现在就接在一起了。好，那我们是沿着溪谷，哦，这条溪谷的山腰这边大概1800，这条等高线一直绕切过来有没有？然后又陡上。接上来这边，哦，所以我们就节省了比较多路。那传统的路径就是红色这条点，哦，它是沿着人脉，哦，绕比较大圈，嗯，到这边再沿着这条人脉下来，哦，到这边。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点，那待会就再顺着这个人脉往下，哦，就到溪谷，哦，这边就可以看到马海铺岩窟，哦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下坡了，这路就好走了，终于啊，终于走到这边了。我刚一直以为可以休息，嗯，一直以为快到，但一直都还没到。大家可以休息一下，可以轻轻松松的走到目的地。虽然身在人脉，但森林郁闭，雾气弥漫，视野不开阔，前途如何，只能朝乐观的方向推断。至少这里不至于没有立足之地，可以舒服的坐下来，和春德、春福、春风、孔祥熙、施明德几位向导一起吃个点心。他们老远从庐山带来的樱花马蹄，在地名产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只是这几位向导的汉名字听起来好像在糊弄我们，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马蹄一样真实可爱。云龙桥是通往庐山的必经道路，日据时期为人行吊桥，名为斯克铁线桥。雾社事件时，莫纳鲁道为阻挡日军，曾将铁线桥砍断。光复后，政府重建为公路吊桥，以当时云南抗日英雄龙云将军为名，取名龙云桥。
后来龙云投共，国民政府遂将龙云名字反过来写，变成了云龙桥。阿威说：“顺着棱线往下切，在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马海浦岩窟。实情是一个多小时到不了岩窟，而路况也不是高速公路那么顺畅。我们一路跌跌撞撞，向着雾社事件的终点推进。77年前的12月，莫纳鲁道带着最后一批抗日勇士，在马海浦附近致意而亡。”他们相信祖先是由巨木中诞生，自巨木下自缢，是让灵魂回归祖灵的最佳形式。我们在迷雾森林中一步步走向马海浦岩窟，也许当年英勇牺牲的族人正在灵梢看着我们，看我们如何走过当年战场，走回1930年那一场悲壮的战役。